或许他们会说去欺负他这瘦小的孩子，我该被排斥，谁料到多年后他成为才子。他走在走廊，右手拿着王子面，他自称艺术家到大学才实现。风格诡异，所以被批判，被泡得遍体鳞伤，头脑倒吸。出来就是这么的清晰，他走出社会又发现会被掩蔽，只剩下创作的高度。艺术家要善良有名，让大众爱我，创造新游戏。可萨玛摇椅，亚麻木头游戏，阿拉皮都不游戏，游戏游戏游戏。Andy Warhol， 可萨玛摇椅，亚麻木头游戏，阿拉皮都不游戏。声音都能引发风潮，就让声喧太无聊。一群没特色的路人，抢不头要争夺主角，角逐饶舌角逐头衔。他们歌迷都是同学恋，敌视押韵外的一切，不夸张。前辈人遭受挞伐，各种骂法，爸爸妈妈你上手，前辈叫你挡门口。害怕的人不敢创新，他们忘记自己唱饶舌的目的，可能随时都得注意。我只是大学生，是他妈的便当，没时光在线上，亲朋好友羡慕我，我做任何事都代价，无法满足现状，世界每天都在那变化。我立志成为艺术家，干嘛猫头有机，阿拉皮都不有戏。开玩笑了。